但有时候你实在实力太强，演技太好，也会被粉丝们叫骂。不要让曾经看不起我的人都付出代价。瞧，眼前这个目露凶光、满脸仇恨的女人，就是热播剧《兰陵王》里的正儿。如此十恶不赦的正儿的扮演者毛玲玲，就因为这个惟妙惟肖、栩栩如生的表演，让某些入戏太深的网友们大喊：“正儿滚出兰陵王府！”毛玲玲滚出娱乐圈，快滚吧！真是烦死你透顶了，兰陵王的眼真是吓到爆了。我刚睡醒，然后我就开始刷微博，我突然间看到这个，我说说的是我吗？老实讲，我没有想到的是观众反应那么的强烈。我觉得出门也不会被鸡蛋丢到，所以我每天过得很开心。娱乐新天地，冷眼旁观，娱乐圈报道。